们唱一首大家都有听过的歌好不好？客家歌大家都有听过。然后我想邀请一个架杠的客家人上来跟我们一起唱。对，老弟我还是架杠的客家人。没有，他是混闽南的人。对，这样我也办。我们来自我们，其实他今天才早上坐火车来，来自关西的茂景哥，掌声欢迎他。茂哥，茂哥来，茂哥来，茂哥我们来唱一下。你一定会唱。吓到吗？没有吓到吗？那格爱，你一定会的啊。你会啦，茂景哥来，茂景哥你在哪？来，有啦，你们一起啦，有来。茂景哥来讲几句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客家音，客家音。来唱这首，好。走对吗？我跟你讲，你等下拿上来一点，因为老人家。我应该要听的。好。你讲慢一下嘛，我来听一下很厉害的客家音。随便。你也可以讲中文，因为讲客家腔。因为我要听客家腔。我在想，海家好啊，哦，我很关心我呀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大家好，来自关西，他是我的儿子，这样子是吗？另外，你会吗？这首歌？有点点。好。那我会。会哈。对。没关系，我跟猫哥一起唱。好，你们一起唱。那我们前面我们那个桥段要吗？就是会有一个丝丝偷偷。哦哦哦。到啊。哦，有人想要站上台来一起唱，好啊。这首歌你要讲啊。这首歌是客家本色。会不会唱？会不会唱？弹唱过台湾，没半点钱。没半点钱啊？嗯，你看去哪都没带钱。但是他没有钱，还是可以开卡拉 OK。出去玩还不带钱。丝丝台台秋，我太高吗？不会。穷乡村家，两三百年无改变。我吃给我吃我我吃给我吃
讲你是就方便咯，讲你是就方便咯，我就上我关刀，就上我关刀，做你看做我的梦，做的再找啊，台下的朋友一起来陪八公八婆，八公八婆，梦是给梦是我，梦是给梦是我，吃炸阿威冲皮婆，吃炸阿威冲皮婆，啊冲牛肉冲羊肚，冲羊肉冲羊肚，爱死你就是，不是爱呀无奈何，讲你是就放天咯，讲你是就放天咯，就啥无看到。掌声，然后致力于客家创作的喇哇阿用，掌声。喇哇阿用，喇哇阿用。然后木村拓哉，狼王木村拓哉，掌声鼓掌。喇地华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来坐在这里，晚安，下课。记得凭发票去做的换那个20块唱歌跟一瓶雪山啤酒。下课，我们再次掌声，谢谢饶地华、老哇、司马里奥、木村拓哉及猫哥带来的演出。对，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，我们今晚的演出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离开时，如果桌上有刚好喝完的空杯空瓶呢，可以帮我们拿到吧台做回收。感谢大家。那女花车明天晚上一样有现场的音乐演出，欢迎大家。一起欣赏表演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放着啊，放着，谢谢。那祝大家回家平安。在这边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，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。晚安，拜拜。